天哪、啊，在一个台北的巷弄，我竟然能一次捕捉到三位男神，是什么风把三位聚集在一起啊？好朋友的店开幕，因为刚好也是我们的化妆师啊。这间工作室算是三位男神御用的化妆师都齐聚在这间工作室哦，没错。那你们平常都是来这边是做什么项目？我已经够美了，走。欸天啊，在一个台北的巷弄，我竟然能一次捕捉到三位男神！哇塞！小秉志、咕咕律师、魏金，没有偶像与粉丝。天啊！四手五跳一下，五六七八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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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难得了吧？是什么风把三位聚集在一起啊？好朋友的店开幕，因为刚好也是我们的化妆师啊，对，十年了，十年了，快十年了、嗯。三位好朋友的店今天开幕，开什么店？哎呦，你有想法？美容相关，美容还有什么？相关媒体、美甲、美睫、美肤。美肤想要变美，来这边就对了。看你要美，想变漂亮，看你要美哪边都可以。那你们平常都是来这边是做什么项目？我已经够美了，走。我平常都是请丁丁帮我修一下下巴。哦，原来是，太细节了。那小龙嘞？小龙嘞？我平常就是妆发就是来这边。这间工作室算是三位男神御用的化妆师都齐聚在这间工作室。哦，没错，是算是吗？有没有推荐？就是大家来这边要一定要做的服务项目。我刚刚看到就是他那个一进去有一个那个好像是做美甲的一个椅子，然后那个下面有可以泡脚的地方。哇，这个舒服了！做美甲顺便泡脚。骨嘞？我吗？因为我们平时都会跑来跑去很多不同的房妆房嘛，然后现在这边也可以有化妆间，然后下面有很舒服的一个场地是可以洗头的，就 maybe 可以做造型。对啊，对啊，可以在那边直接做造型。小楼嘞？他们这边你知道蜜的那个雾眉。很厉害，你看这个我这个眉毛，你是给他捂的吗？你是天生的。可是我朋友看一下我这个睫毛，看一下我这个睫毛，你看他们有睫毛服务啊，天生的，我妈种的，我朋友都找他弄，然后都很好看。天哪、啊！推荐大家哦，有雾眉，雾眉可以来这边，很多人用。那我们一人一句话祝福一下华君工作室顺利开幕，好不好？一人一句话，我看我先，好，我要走、希望华君工作室的这个财源广进，感觉有点行大，这系列的很好，这系列好，希望这个华君工作室生意蒸蒸日上。OK， 蒸蒸日上来，好，希望所有华君工作室的客人们花钱不手软。可以，你要说希望他们花心起来，没有，花钱不手软，恭喜，太难得，在这个巷弄内可以捕捉到三位男神，其实小巨蛋旁边啦，蛮方便的一个地点，那个坐捷运那个，对，好像就在小巨蛋对面嘛，就会拉到花心坐捷运，好，拜拜，欢迎到一个主角的位置，听说这个是。是神秘客送的。对，因为神秘客啊，送到我家楼下还没署名，什么都没有讲。结果我在脸书发问，还是不知道。再过了两天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是谷歌送的、啊。就是你啊，你都玩这招是不是？就这招把妹，因为他们就很辛苦在弄店，然后他们从装潢啊干嘛都很多都自己来，然后可能就在找东西，然后我刚好看到，想说我帮他们找一下。然后单价那时候稍偏高一点，然后想说就看就送他们当礼物。哇，很紧耶！其实还好，我是比较喜欢那种人家收到礼物的那种感觉。哦，所以你才故意不说。我就对，放在楼下，而且谁拿圣诞老公公那样子？超级惊喜，开心吗，老板娘？超开心啊，因为我就想说太好了，省一笔啊。太不容易啦，就是开店很辛苦，那就是开店接下来的后面会是另外一种辛苦的状态。那我希望下次可以带那个发型师来这边装潢，因为下面有个很舒服的空间。我有看到洗头的那个。对，其实这里蛮。我知道谷歌下次来做头皮 SPA。哦，可以哦，可以。我们的头皮 SPA 很厉害。天哪！相约来这里，这是应有尽有哎。就是男朋友楼下，女朋友楼上做眉毛。哇，很棒哎。然后还有那个媒体，还有美甲，对。哇，都可以试一下，反正我觉得那个服务内容蛮广的，真的很广，很厉害。好的，谢谢谷歌，谢谢老板娘，恭喜，谢谢恭喜，谢谢。